南投集集，有一位从事特技表演近30年的男子王炳熙，人称吉普阿诺。他的招牌表演节目是高空双车跷跷板，让不少外国网友看得目瞪口呆。而台湾吉普车的高超技巧红遍了海外，也让这位吉普阿诺成为世界级的网络红人。笨重的吉普车竟然灵活地在跷跷板上来去自如，还能跟开吉普车的女车手大玩平衡游戏，让观众赞叹又入迷。但是就是抓的时候有点紧张，就是感觉很，就是会感觉很像坐云霄飞车的感觉。让观众惊呼连连的还有这招吉普车，一下游走在铁架边缘，一下斜躺在陡坡上，仿佛就要掉下来，让人吓得双眼紧闭。但特技达人就是有办法稳住车身，这一切都得力于苦练。改变突破，你看上来先是一台的油，油了后十多年后我变两台，过十多年后我现在就用三台。巾帼不让须眉，一招汽车甩尾，将汽车准确停进两部车之间，利落的手法和技巧博得满堂彩。一天都大约挪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练这个，因为你要练伊的协调度、默契，大行拢爱练，过来爱注意，最主要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安全。如今特技达人超过10000场的特技表演，开坏的汽车不下百辆，历经亲人骤逝，他不向命运低头，还要勇敢活出精彩人生。乐在其中啊，一点都不嫌累。民视新闻张家伟南投报道。